生女儿有什么不好？欧阳妮妮、欧阳娜娜、欧阳弟弟他们三个帮欧阳龙赚了多少钱？一个欧阳娜娜就够了，我就十亿。去年三月还是四月还结婚吗？对，去年四月。那所以是最近刚出生。十二月五号。十二月五号。刚出生。恭喜恭喜！我刚刚才从月子中心，飞奔到这里。因为我陪老婆进产房了，然后剖腹产。你说这辈子谁愿意为你挨一刀？就是看着他，然后舍不得了。血淋淋嘞，这么大的口子，一定要疼老婆。其实我觉得哦，我讲实话，有点小题大做。我不是说宪哥小题大做，觉得社会啦，当然话不能乱讲，我们常常骂脏话。你真的去，你真的做了那件事吗？没有，只是一个发泄。我做过宪哥助理一个月，然后也跟着宪哥大概有七年，我是他助理，宪哥还开车带我。对啊，然后他跟女儿的甜言蜜语，我都看过了。那他对儿子毕竟是老妖嘛，所以宪哥其实是还蛮凶的。如果今天我小孩这样做什么，是送警察局啊，大义灭亲啊。宪哥是很正义的人哦，他很正义。